场秀，斗来斗去，也能斗去斗去，有过不犹豫，没人下到抽去。欢迎您收看全民最大的感谢咱这中山大同的咱的好朋友支持吼，啊，甲牵绳，即马我已经移完啦吼，啊，今仔直接甲咱卸票者，感谢吼，啊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这个全民最大党啦，哎，全民做老板，全民做老板，全民做老板，感谢吼，谢谢，啊，今仔要讨论什么题目呢？就是讲咱这老农津贴啦吼，是力气摇篮啦吼。啊，其他的这个风波，市值风波啦，只讲是蓝哦、喔、去咬绿啦，啊，是不是一到了选举就咬到一嘴毛安尼啦吼、喔？下面咬什么一嘴毛安尼啦？啊，我不讲了吼，就这個意思。而且我们今天请到坐在我们大咖啡杯里面的这一位吼、喔，啊，这别人，这我真正好朋友啦吼、喔。咱的这個好兄弟，民进党的发言人哦，来陈其迈先生，好欢迎去，欢迎。欢迎！谢谢，欢迎！对，首先哈、喔，还是谢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记者会。是是、喔、啊，我就是说话不奇怪，人民最期待哦、喔，面包吃全麦，点心只吃烧麦，个性却一点也不激端的陈其迈、喔、那么我也是民进党的发言人哦、喔，那么我在这里口头要特别警告。再三口头的警告这个国民党，今天不会有人一嘴毛，而是有人满头包。吴敦义跟国民党倒霉了，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要出那个抹黑阅历。抹黑阅历这种东西放在家里能看吗？我们的水果阅历有什么不好？待会再来跟各位聊一聊。口头再次警告大家要注意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感谢。感谢陈其迈，谢谢，感谢你的这个铁金，谢谢。啊，罗贝兰的这要接下来欢迎这个，我不是很欢迎他了哈。啊，向选民报告的主持人哦，赵少康啊，自己介绍来。嗨哥，六十班，我是赵少康，我抓得住你，你抓不住我啊！我现在已经不做那几个节目了，我们现在在中天电视台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9点到11点向选民报告。那什么事情呢？都可以向选民报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个意思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你看到没有？那个幽默尽在不言中。先讨论市值的话题，就直接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看，这整个幽默感就来了。我不看你什么幽默感呐、啊，我听不对啦。接下来欢迎咱民进党的李伟哦，咱民文啊哦，哎，陈明文地委来个欢迎进来，欢迎，感谢啊，大家看好来哈。叔叔叔里外叔叔叔，有叔叔叔猪叔叔祖，这叔叔叔猪叔叔祖旁啊，有叔叔叔哥。宿主宿，鼠老头出了射宿主，躺在鼠主旁捉鼠主。来了，够了，做票出来，这价格来台湾的，台湾的宿主了，对，顺，哦，咱这个民进党哦，想爱吃这啥？吃这宿主的啊，其他的这个啊，这立委吼，陈明文啦吼，啊，非常欢迎我第一摆来吃啦，啊，我跟大家讲啊。我希望吼，来这口音那个飘中别讲了，哎，小花像鬼啦，像鬼。我希望吼，啊，咱这哦，这个夸张，这个夸张，好香好甜的速度啊，那个加一嘴啊，哎，碎。潘哥，你希望咱来享受咱的速度的农民啦，对。谢谢。开始，上面就享受四处的农民。享受农民的仕途啦，抢救这个政治的农民啦，抢救他们啦吼，卖到安尼一斤两块啦，但是咩啊，赚无够赔啦。谢谢，感谢。哦，各位来，咱欢迎这个这么受欢迎的吼，这个很亲爱的朋友，一个连续剧啊，做小资女孩向前冲哦，男女主角来，高欢迎姐来。一般般，工作一般般，收入一般般的小资女孩沈杏仁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他的好朋友，我叫乐乐。干什么？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你们三。
三个就顾着自己聊天了、啊，打麻将也得四个人啊，少了我史特龙，你们不怕三缺一啊？哎，史经理，这里是我家，哎，赶去你的办公室啊！管快啦，管快管快，听到没？管快管快！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这里是人家的办公室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赶快去上班去了。啊、没了。好了，刚才这是什么节目？一个靠鳄鱼咬到手，然后就冷场没了。另外一个是从陈局看大字报，然后在这边也在那边念，然后要市值要抢救农民的。对啊，要抢救农民。这是什么节目？他是以员工抢救市值的农民呢、啊？对啦，就是这些种树主的农民啦。啊，历史在还。好了，今晚。那个主头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你说。他说过好人，谢谢。他跟你们民进党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后来讲那么多，所以民进党是一个主头。来，是这个意思。出宿主，来，张三刚，哎，你哪讲有啥无爽快哦？你先去吃吃药，再回来。我今天都强迫症都开始啊，你知影意思？好了，老龙今天哦，这个力咬蓝啦吼，啊，四十风波是蓝咬力啦，是不是到选举的时阵哦，咬的一嘴毛哦？咱先像奇麦兄弟分析一下，因为我这个没什么政党的色彩啦，但是我先请你，这表示我的公正嘛。你干嘛这是咪讲？是这个蓝营哈一贯的说法，你可能不好哦啦。你的公话没有？哦，那他平时的说法了。这个哈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整理稿子。欢迎，是这样子的哈、哦，我就是民进党发言人陈其迈 ，English 那边其迈倩啊。那么在这边要跟各位哦，在口头的稍微先导一下，这个国民党对我们一直的抹黑，而且挑我们的小毛病啊。其实呢，我们就算是把这个市值的图片放错了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证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水果月历上，民进党一直跟我们讲说，我们故意把水果的价钱写得很低，现在所有的农民，不是不是去蓝营的说的，不是民进党说的，蓝营把这些水果呢，通通都降低了价钱，这是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这是非常糟糕的。民进党，我们一直在为了我们的农民在加油支持，国民党却没有了。那在这边还是要跟各位说的，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公开透明化，就算做错了，也是让大大大的放在面前让你们看，不像国民党什么事情都看屌屌。譬如说九二共识这件事情，就是那个自己谈一谈。黑箱作业，那我敢讲啊，我都没讲。马英九用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哈，扭曲历史之后，要我们全民买单，他在政治上的理念，这种事情是本党绝对不允许的。是啊，我坦荡荡啊，吼，我小输我输去，我就跳海啊，是不是？真的，真正啊，你不是跳海，你是无小心跌落海。哎，赶快意思啦。哎，那么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，国民党如果还要出抹黑月历，看哪一个人民家里愿意要挂这样的月历，年历也就算了，不如。我就像我们讲的，我们除了水果月历之外，民进党接下来还要推出一挂可以挂八年的月历，多好，不用每年的时候再找明年的月历在哪。那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主席可以顺利的当选，那么可以跟国民党比较八年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出一个这个年历，一挂可以挂八年，叫做蔡逼八年历。好，那么可以在这个八年里面慢慢的来比较。哦，我们民进党，你那个只有3-8吧？你的意思是不是民进党只要一执政，所有老百姓都是3-8？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？我想，我希望你不要抹黑，因为我们陈其迈发言人他还没有讲完，希望你不要给我们扣帽子。发言人，请继续。对，好，谢谢我们的护航啊。所以这个蔡壁八，没有护航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公正，蔡壁八年历呢，可以让人民啊，在八年里面看清楚这个政党到底是不是路遥知。我实在很不想讲那个字了，知蔡力啊，知蔡力，哎，才可以日久见人心呐、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所以今天不是讲我占用这个时间，啊，不是讲我独后哦，民进党来攻击的位。这一趴第一趴那个收视率掉下去，民进党要负全责，是不是？拍水，因为这时间的关系，所以讲我无多和赵小康哦来做一个回应。咱先进广告，马上再回来，谢谢。那个市值，没有办法给你来做回应，不好意思。